我从小的时候，我经常会在音乐里头，有很多想象，甚至弹一个曲子的时候，我会说出一段很可笑的故事出来。但是这个呢，我觉得到现在我还一直鼓励我的学生要这样去想。1941年，殷承宗出生在厦门鼓浪屿。当时这里是外国租界，因此岛上有各式各样的洋楼别墅，人们都非常喜欢音乐。虽然不是出生在音乐世家，但从小经常出入教堂的殷承宗，在教堂接触到了音乐。音乐对我来说，是生活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因为我从小就认为音乐跟我非常有关系，我在音乐里头，我能得到安慰；我在音乐里头，我能找到快乐。3岁的他迷恋上了钢琴，姐姐们练琴时，他总是坐在旁边听，有时一坐就是一天，听累了就睡在钢琴边，醒来再接着听。到了6、7岁，殷承宗竟也能试着把那些曲调弹出来，但由于家中经济不允许，他只能自学。于是边弹边问边学，9岁时他已经会弹很多的曲子了。1950年，为了给哥哥姐姐们挣学杂费，就在这个小岛上，这个9岁的孩子还开了一场钢琴独奏会。兄弟姐妹的学杂费是挣出来了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以后殷承宗有了要出去学音乐的想法。他知道，只有走出去，才能走上真正的音乐之路。同年，他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。一个人从小到大，他的思想都在变的，是吧？小时候，我们是在教会小学，是在教会的这样一个东西，信上帝。那后来，到了上海以后，那这个信仰就没有了。那个时候，像我们那个年代，那都就是听毛主席的话，就是非常很单纯的这个这样一种思想。此后不到10年的时间，殷承宗先后从中央音乐学院、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毕业并回国，成为中央乐团首席钢琴演奏家，在他的演奏生涯中获得了很多的奖项。他的演奏感染了无数人的心灵。纽约时报的波恩纳德·霍兰德写道，他显示出绝对优美的钢琴音色。1959年，年仅17岁的他获得了维也纳世界青年节钢琴比赛的第1名，3年后又获得了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钢琴比赛第2名。1980年被载入了英国新格洛夫大词典。那么我从小的时候，我经常会在音乐里头，有很多想象，甚至弹一个曲子的时候，我会说出一段很可笑的故事出来。在他的音乐里，总是力求表现出一种情绪和思想，注重把音乐形象化。在表现音乐的时候，我们要尽量给自己有很多潜台词，这样你才能够把这个音乐表现出来。虽然它是不能用语言来表现的，但是你心里要有形象，你心里要有故事，你心里要有感受。我们还去拉过纤，我们去划过船。皇后要摆渡啊，是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的。那个号子为什么要那么喊？为什么要花这么点？你如果自己亲自去渡过皇后的话，你就会体验到这些东西。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活生生的，对我的演奏来说，对创作来说，都是一种最一种根源嘛，最好的一种根源。